真的吗？这眼不排吗？我觉得这眼可以排，真不真没怕，不怕他们的。啊！我操，六。只要是废墟，我就有权走。那手套。不会，不是吵架吧，差不多了，结束了。他走不了的，他 只要锤石闪现遇到了，除非沙米拉学的是那个 E 技能，他学 E 技能可能才可能能走，只是可能。哎，找招兵指的，你怎么学的是 E 啊？找招兵指一下得了。这样玩 AD 确实会很难受啊，这样玩 AD 一级跟挂机其实没什么区别的。没蓝，你走什么位啊，兄弟？你在干嘛？我都没蓝，你直接走，我追不上你的，我都不想追了。这个现在不用推，这个兵啊，坏了，好像要推一下。真的，我都没想着追的，他在那扭来扭去，我又没蓝的。好尬呀，有点尬。蛇女单杀。简单 easy， 感觉很轻松的单杀，应该是截 W 过来 ，W 过来，然后蛇女放个腹地，哎 ，OK， 有吓死我了，以为这车漏了。后冷线慢慢打就好了，不着急，他们没做视野的话压力很大的。这 Q 这 W 没中吗？啊？没心态了。我好想冲 E 上去啊，我真想 E 上去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确实没登录。E 上去有点太肿了，真有点肿。因为那血量我应该杀不死的，那血量我杀不死的，那曙光过来酒桶回头顶我一下 E 我一下，那曙光过来我就死了，没道理 E 上去。
因为一上去有点太夸张了，很夸张会变得。这么帅吗？车你补得到吗？补不到了，你。往下走的就痛。我去做个眼压线，要做眼压线，不做眼被抓就等于送。别也下来了吗？能反应过来吗？还是没反应过来？是不想反应过来？这个挺好，容易反应过来的，没有那么难呀。中，哎，能不能再中一下？下速推就行了，半血被我耗的已经对不了线了。神女会从那个位置去，我从这个位置来，两面包抄。补个伤害就行了。对没 AD 估计一级就开始不想玩正常曙光那样去排演的话，他如果换个经验不是很丰富的 ADC， 那我不去压他的话那他无所谓，但是我的经验是很丰富的，他既然曙光去排那个演，他沙米拉一级就不能实现。键盘吗？键盘是海盗船的青轴啊。把蓝回满不需要把蓝回满，我有西安刀了，我干嘛把蓝回满？我又不缺蓝。操作一下。我能操作呀，相信好吧。不想叫 W， 感觉很麻木啊。坏了，还是有点，怎么说呢？哎呀，这个技能吃的。我吓死了，哎，这波没操作好，想到底我这个装备被沙米拉
被打成，为啥要打成这样？抽象，这波操作巨抽象。哎，这波好操作好抽象呀，受不了了。我感觉我操作有点怪，这波。哎，玩得很难受，感觉。就感觉很难受啊，为什么呀？好夸张啊，他 Q 他勾到了我没，他勾到了我没 Q 到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夸张，很无语，真无语的。呀，哎，早知道回了，我还想打他一下。没事，试一次。我大一的他还有暗抓，他没大招，我想着搞他一下。真的，我想着他没大招嘛，我搞他一下嘛，无所谓。但好像有暗抓，这我知道。我想着。第三，但是有傻子。这位置能大到吧？我感觉这位置能大到，不出意外的话。你看，精准弹幕，精准大到。好爽，好爽啊！打 Q 死，他都没摸到我一下，用大招打到我了。我来了，我在靠，我马上到。我马上靠，我到了，我死了，伤害太高了。一技能没了呀，主要是，你看，按了个空格，伤害这么高，死了呀，啊 ，Q 到了吗？那个，哦，你好像是 E 的那个减速，我以为是 Q 的减速 ，Q 的减 Q 的话应该，也不是 Q 的减速，是他 E 的冰杖触发了，我以为是 Q 的冰杖触发了，感觉讲的不够严谨。